我怀疑我家猫成精了。是这样的，之前我准备教我家猫用按钮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没想到一个月后，别的猫学会就学了这个。更过分的是，它为了看美女，开始24小时的骚扰我。王不点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我是上厕所呢。于是忍无可忍的我，只能找来了我的朋友。你真懂我。王不点，这下开心了吧？美女姐姐还给你带了阿飞和巴蒂跟 Hello Kitty 合作的限量礼盒呢，里面有你爱吃的猫粮、主食罐和猫条，还有超可爱的头套跟发箍。美女姐姐戴上这个和你拍照，肯定超级出片。我怀疑我家猫是男人变的，因为每天睡觉前它都会跑上床等我一起睡，甚至会趁我睡着偷偷啄我脖子。于是忍无可忍的我就把它关在了卧室外，没想到。好狠的你。接下来的几天他都无精打采的，连最爱的美女视频也不感兴趣，甚至转头就走。又跑哪儿去了？不会没和我睡觉就自闭了吧？好啊，王不点，你竟然对着我的裙子耍流氓！你这么想一起睡，那就先做个驱虫吧。这个艾迪克体外驱虫药能驱除多种寄生虫，广谱专业，价格便宜，罗永浩、邢胜林都有推荐的。行了，今天你就和我一起睡吧，这次不许再坐我脖子了。我知道了。凌晨两点。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。上次带布丁出去洗澡，回家以后他表现得特别反常，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我好像拿错猫了。于是我赶紧跑回了宠物店，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猫包，就把它换了回去。对不起啊布丁，妈妈差点就把你搞丢。你又是哪位啊？不行，我还得再回去找找。我是退猫的经历也太离谱了，还好最近在瓜子上买车靠谱，试驾7天不满意免费退，现在点我评论区就能领取福利呢。还没走进门就看到桌子上有个包，我仔细一看，哎呦，这次总算扫对了。那这只猫怎么办呢？活了20年，从来没这么无语过。是这样的，上个月发现我家猫肚子大得有点异常，我担心它怀孕了，就赶紧带它去了医院。医生，她是不是怀孕了呀？没有。那她肚子这么大，里面都是啥呀？是哎。阿珍爱上了阿强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怀孕呢，原来是屎吃多了。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本以为事情结束了，没想到一个月后。这什么情况？发生啥呀？你家孩子哪来的？拉屎拉出来。我家猫长痔疮的原因竟然是，我家猫长痔疮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，它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还对痔疮膏上瘾了。经过我一番观察，终于弄清了它长痔疮的原因。好啊，王不点，你这样背得我头是辣椒，难怪你痔疮一直治不好。干酒屁股有点辣。现在好了吧，吃这么多辣椒，辣的粑粑都这么臭。我还是给你换这个奈威克绿茶豆腐猫砂吧，里面添加了绿茶除臭成分，除臭效果简直一绝，而且截断快，不粘底，还能减少细菌滋生呢。你把屁股对着风吹，效果也不强啊，要不来试试更凉的。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只科尔鸭把猫当妈妈的视频，想到我家布丁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于是我决定买一只小鸭给他当儿子。结果收到货打开一看，这是鸭子吗？怎么感觉跟图片不太像呢？不行，还是先把你关起来吧。就这破笼子也想关我。正当我打算问问卖家时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追人家了，先来做个驱虫再和他玩吧。咱家用的艾沃克每月一次就行，能针对犬猫体内外寄生虫28种适应症，还可以针对跳蚤、耳螨常见的肠道线虫感染。内外宠学，大品牌品质也有保障。没想到你们俩相处的这么好，要不咱们就把它留下来吧。天哪，他竟然下了一颗蛋，难道你要当爷爷了？由于我家猫总是把我当成他的老婆，经常对我做一些离谱之事，为了让他明白猫跟人是不能在一起的，我决定假装怀孕演一出戏。先准备一个验孕棒，假装画上两条杠，再找来男朋友。王不丁，你看咱俩都有孩子了，你以后别再纠缠我了。我才不信。你不相信是吧？那你再看看这个。以后你和小宝宝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可别再捣乱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布丁突然吐了，于是我赶紧询问了医生，并带他去了医院检查。我们先带他抽了个血，中途他表现得非常抗拒，我在一旁心疼的都快哭了。经过一番检查，他估计就是吃多引起的。那他肚子为什么这么大呀？因为里面都是脂肪啊，都是脂肪啊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
因为我家猫特别爱偷看我洗澡，还老是骚扰我，于是男朋友就带它去做了绝育。没想到它没了蛋后，只要看到原洗的东西成双成对的出现时，就会异常愤怒。为了让它重拾自信，我决定用猫毛做两个蛋送给它。重回完整的它立刻就忍不住去找其他猫炫耀，结果好了好了，你别打了，你看你一天掉这么多毛，我给你多做几个行了吧。最近正是换毛季，得亏我一直给你吃卫士的化毛球片，不然这么多舔进肚子早就哕出来了。这里面都是天然膳食纤维，只催毛不催吐，毛毛顺着便便就拉出来了，还添加了别家都没有的益生元，才不上肚肚呢。搭配这个猫多维一起吃，一瓶就能补齐11种维生素，四颗猫多维等于四斤果蔬蛋奶，养毛化毛更轻松。本来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，结果没想到我可没说放过你。在网上看到这个猫咪液体挑战，我也来给我家猫测试一下。首先是重量级选手布丁，很显然他没长脑。王木店，你大不就是个猪变的吧？给你换个美女视频试试。嗯，早放这个该多好。接下来是头小屁股大的泡芙。哎，你怎么酸了一半不酸了？炸！孙乐造上魔喇四。最后是家里的体型王者三三。之前的都太简单了，我给你换个最小的管子。小菜一碟。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，因为布丁的孩子长得一点也不像他，他就十分嫌弃小孩。但是作为小姨的波波却经常照顾宝宝，甚至代替布丁担起了父亲的责任。然而随着孩子越长越大，令人无语的事情发生了。嗯，你们在干嘛呀？你该不会是在……可不能饿着孩子。你才这么小，哪来的奶？快停下来！你还真以为你是他妈呀？你们这样可不行，还是来吃吃我给你们准备的罐的奶糕凉吧，特别添加牛初乳可以呵护猫咪肠胃，保护你们茁壮成长。六幺八还有活动，我可以多囤两包。王不点，都怪你不管孩子，他们才这样，你好好教育他们。我明白了。完了，出大问题了！上次带布丁出去洗澡，结果把别人的猫带回家的视频有2000多万人看过。我把猫送回去以后，竟然又被人误认成了弃养。好不容易把生气的布丁接回了家，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开始在家里摔东西，还总挑贵的下手。你活该！我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时候，他还会把瓶子精准地砸到我头上，甚至会趁我睡着做一些离谱之事。太瘦了吧，王不点，有你这么报复人的吗？肯定是你前几天吓到了，最近总是乱变。来吃点素叶膏新双拼凉调理一下，可以帮助猫咪减少应激，轻松恢复活力，便便也正常了。来来来，吃完了就别生气了，我再送你个惊喜，今天医院提前打8折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又想害我是吧？最近发现我家猫有点奇怪，总是对着浴室里叫。听说猫能看到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为了听懂它在说什么，我就买了个能实时翻译猫语的翻译器，想来试试效果。你看这张配你的肥猪是谁呀？是我这个8块腹肌大帅哥。那你来给我解释一下，之前对的浴室到底叫什么呢？美女，美女。你别吓我呀，这空浴室哪来的美女？美女洗澡，想看美女洗澡。搞了半天你就要看我洗澡，你一天能不能想点正常的？那本帅哥饿了吃饭。饿了你早说嘛，来吃点我给你准备的蓝氏乳鸽烘焙凉，一袋里面有3只乳鸽，91%鲜肉添加，营养又好吃，每一颗都是酥脆甜甜圈，清爽不油腻，也不用担心长黑下巴了。低温烘焙工艺不仅锁鲜，口感也更美味呢。吃完了你就安分一点，别总想些奇怪的东西。凌晨2点，洗澡，洗澡，洗澡。大晚上说什么呢？我是不可能让你看我洗澡的。嘿嘿，真不错。これ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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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。